对，保出星人的上面的人，对啊，没有，他们已经在地球了，他们在地球有基地，他们在喜马拉雅山，然后在布拉布拉岛，然后在台北的底下有基地。想要接住我，那一刹那，我才发现我是被爱的，被爱的，被爱的捕捉，我是被爱的，被爱的。被爱的宇宙。那中间，这中间很有可能就是他真的是在我活在地球里面，他活在地球外面的那个边际，我们就在那边哈打仗。也许你很难相信，我是迷航的光体。失去了地心引力，却意外的在旅途中找到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无语找到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终于。他跟我讲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妈妈，我会长大的啊。”所以他就要完成我这个梦想，不是吗？他会打字以后，对，变成第一句话。他说：“妈妈，我会长大。”妈妈的未来，用想象就可以。好，那你想象妈妈的未来怎么样？会上天堂。哦，那也很。在前面一点，不用。上天堂之前是怎样？没上天堂之前，我的未来怎么样？很简单啊。多简单，告诉我啊。就会变成奶奶。怀念我爱的你，爱的你，爱的你。Goodbye。怀念我爱的你，爱的你，爱的你。Goodbye。有哈，我是妈妈的宝贝小号。对了，妈妈宝贝，心肝宝贝。不管我什么时阵，我来开嘴。我是妈妈生的吼，我是你的心肝宝贝。我会坠落。也许你很难相信。
你有去看心理医师吗？宋维纯宝宝，他说我要选好的自开针 ，OK。我是漂浮的星球，你以为我会坠落？也许你很难相信。好滑，这么手会好了。哇，那关系。你跑哪里去？金龟车太难听了，不是很好听。金龟车跑哪里去？都不把它弄干净。金龟车跑弄干净。乱跑金龟车，跑哪里去？其实我这样是跟素伟在聊天。我是漂浮的星球，你以为我会坠落？也许你很难相信。